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啊，现在不才9点多吗？啊，对啊，你这个老年人的作息，我看看。你这么晚了还约你出去喝酒的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才不是，他们都是我好朋友，而且还是我约的他们呢。那个车到了啊，我那个我们也散了，不跟你打了，拜拜。哎，你妈打来的？不是。哎呀，我去朋友家住，你带许倩先走吧。那你先走吧，你自己打车我也不放心啊。嗯，再见。哎，你给我照顾好许倩。去吧去吧。拜拜。谢谢师傅。苏念青简直了，刚刚都有同学问我是不是我妈妈打来的电话了。不要动，抓紧我风哦。还给我。不要。这是我的。是吗？孙念青，上一次的汤圆好吃吗？不知道。给小薇的。哎，我错了。啊。不该给小薇买这么甜的糖，会让她长蛀牙的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